行政院长余国华于6月22号在政务委员张峰旭、经建会主委赵耀东、农委会主委王友昭的陪同下前往屏东县巡视。余院长一行于上午9时抵达屏东县政府，受到县长施茂雄及全体同仁的欢迎。首先听取施县长的简报。简报开始。院长、各位长官、各位贵宾，今天新盟院长及各位长官莅临巡视，孟雄仅代表本县91万民众向院长及各位长官致敬。本今后县政建设，孟雄当遵照中央政策与省政建设方针全力配合执行以外，并力促地方的团结和谐，积极加紧县政建设，开发本县观光资源，引进无污染的工商企业来县县市场，使农业与工商业紧密配合，带动全面建设。尤其将特别注重推动75年全国行政会议中总统和院长的指示及7个中心议题，起使政府的施政发挥整体力量，共同为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而努力。简报完毕，谢谢，恭请才是。施县长、各位议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国华东张政委员、赵政委员、吴部长以及王主任委员等到贵县来访问。我们一下飞机，使得我们特别高兴，就是在这个地区从昨天开始已经开始下雨，而且今天的雨量相当大。我想这个对于南部的缺水的时候，这个雨量一定对南部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政府现在全力在推动这14项的这个建设，这个当中包括了南汇铁路、高屏的双轨铁路、垦丁国家公园、市中心的水库、欧堤、海堤、区域的排水、都市的垃圾的处理，以及医疗网及基层建设等9项的计划，已经在屏东县境内逐步的实施。各有关机构分别的纳入年度预算的执行，将会带动地方的发展。简报结束后，余院长等在施县长的陪同下前往大鹏湾，实地查看大鹏湾海洋油气计划区建设之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利用个10年的用了，应当不会有问题。要么你规划了，你整体规划，你说整个把这个大鹏湾这里整个的整体规划，整个这块有利益。这个他们这个现在养这个牡蛎的，是他们这个就是自己来养的，他也没有到市政府来也这个得到这个允许。没有，以前呢，这里养牡蛎呢都要向这个园区啊，申请，那么后来呢，为了怕你申请完了以后呢，他就，就是好像，割地为王啊，这个申请完了以后呢，就以后呢就迁不走了。所以呢，后来就没有管理，所以呢，我们就营区这边呢也就没有管理，这个产权呢也不是县政府的，所以县政府呢也没有去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啊，把游乐区啊设置的并不好，范围缩小，实际上做不到的。要天下事情没有一个接近的，就是走小看，不可能的。余院长听取简报后，即指示县政府要做好整体环境规划与水质的管理。
随后登车前往垦丁国家公园巡视。李院长一行抵达后稍作休息，即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林义厚简报业务。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业务简报：民国1971年9月，垦丁国家公园计划公告实施，垦丁国家公园成为我国第一座国家公园。本处于民国1973年元月成立，主要的职责是保护本国家公园范围内。院长在简报后致辞时，首先慰勉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劳与努力，并且期勉他们将垦丁国家公园规划建设成为我国国家公园的示范蓝本。心里觉得非常的高兴，这个垦丁国家公园是我们国家公园成立最早的，继垦丁国家公园之后，我们又设立了绿色等等一个蓝本，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所以垦丁公园的这个建设以及它的推动的这个目的，我们特别要加以研究。余院长随后前往参观园内所饲养的环境治愈计划。还有一个蓝底点，这个孙后，这两个我们没有，我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传世这没有，这个我们有，所以这个猛禽鸡，这两个我们的防治相关。我刚才在车子里报告的是这个，对呀，都是外国人，不过日本人，我们给他拿不行了，那个显那个气啊。这个毛，那个地质啊，更麻烦了。地质啊，那个产生那个闹震动的啊，这很多模的啊，都比这个公的啊，是多死。还有交配的时候啊，抓到那个头发，好像这个强暴了一样。太热情，太热情过度了，这个有的时候太强了，引起那个闹震动。不是你吃的恐怕是公的太多，被吃的对，这又有关系。这个就比较漂亮了，这个公的。这比较漂亮。紧接着，余院长等又去查看台湾梅花鹿回归大自然富裕计划执行的情形。这个是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所以这个分成三类。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第一类啊，全体不给买卖，就学术性的。那个第二类啊，一定要有数十国的政府的许可书，在那个就是，没有这个人海限制，许可证啊，不准，全体不可以。现在人家为什么攻击我们那么厉害？就是这个。随后，余院长一行在垦丁森林游乐区内徒步徜徉山光水色，领略森林浴的景点。这真的太重。不能进去吧？不能进去，一进去又被杀掉了。抓不能进去。余院长在参观过后表示，垦丁国家公园未来的建设要特别注意人工建设与自然景观的调和，在管理上要特别加强环境整齐清洁的维护。唱的人放风，余院长等接着到达正在兴建中的垦丁国家公园行政及游客中心，并且参观施工时挖出的古代生物化石。对，我们现在是保存下来的，隆起来的，隆起来的。7000年以前还是7000年，对吧？这个还是后来这个地形整个隆起来了。这个你要不要保管起来？
要想这个也是更早一点，是啊，那不晓得了，要再查一查。改天可能是将来处长、副长，但是有一些这个客人这样子，其他都是这个单身的，这是这个是新工作，对，这个是新工作呢，是这个有一个作品就是在底下，院长等随后转往后湾地区筹划中的海洋科学馆预定地勘察。余院长特别指示未来要规划人行专用步道，并应与车道分开，以维护游客安全。6月23号上午，余院长一行首先前往屏东县嘉东林边一带，实地勘察当地因抽取地下水养殖水产，导致地层下陷的严重情形，并且听取当地乡民带来的情报。现在是数量减少3/2以上。假设我们这个海水的这个秋水灾，那现在两吨海水，我想应该不用。为什么？海水进来的是海洋或淡水，所以我在问，除非淡水你能知道。问题在淡水，它还是它还是淡水。你淡水应该，如果你不能纯粹从海水来养。你还是要有靠那些淡水人工提供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就只能够减少3/2的淡水需求。骗了，你家乡你是就是你的地方养，如果你淡水能够缺下线，就是我尽量想到可以提供海洋，好不好？这个情况你一定要做到，哎，我们是地方的，要做到。这个是李再生先生，他跑龙虾，龙虾。随后，余院长一行前往林边乡公所，听取乡长黄聪荣的简报。代表了林边乡24000乡民，向院长暨各位的长官致最崇高的敬意与谢忱，欢迎院长莅临指导，谢谢大家。这个地震下陷的问题，刚才林乡长说得很清楚，主要的就是。由于抽取这个地下水，使地层呢不断的下陷。第一就是你们为了养殖业，抽取地下水太多，使地层不断的下陷。第二就是利用海水来养这个鱼的、养虾的，这个海里的这个地的也在下陷，所以这个问题。比这个1000米的下陷还要严重，我们首先要告诉这个林乡长以及我们当地的居民，政府有决心、有意识要帮助你们，同时也希望你们当地的居民要合作地下水的一个计划，如果能够配合来办理，我想地震下陷的问题。简报结束后，余院长向热情的乡民挥手致意，结束了屏东之行，登车转往高雄市。
余院长到达高雄圆山饭店时，受到市长苏南成的欢迎。随即由高雄市环保局局长林江山简报有关大林埔填海工程计划。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边海一个会议场所，那对整个高雄的发展，或者是配合我们这个港区的发展，对更使高雄更有前程。这是现在的高雄港，那我们又有一块新生地的话，可以给高雄港更好的一个发展前景。这个土地啊，相当的好，这世代刚过海滨的土地最贵。对对，地主。那么现在到底是要用文化、用烟买的，当然已经有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事啊压缩，压缩以后做成这个类似那个肉粽块啊，肉粽块就可以做，一边是做填海的一边。简报结束后，余院长一行前往大林埔现场实地勘察填海施工情形。随后，余院长等登上高雄港务局准备的游艇，巡视高雄港湾设施与拓建情形。余院长在巡视扩建中的第四货柜码头时，受到长荣海运公司一艘正在装卸的货柜轮上工作人员热烈欢迎，院长并且与大家握手合影留念。随后余院长再登船前往拆船码头一带巡视，并且听取港务局长袁昌岩有关港务建设简报。增加了百分之4.2，货物的进口，就是每年增长了货物6550万多公吨。